宽哦，又粗，伊来甲进上大哦。全都是漂流木，没有一个空隙，哇，那个这可怕啊！看啊，土水就伫遐流啊，呢都讲伊啊，啊，就一下个晃，啊，个流啊，晃，个落来。莫纳克台风那一段，我们北部的往南行，那种浩浩荡荡啊，落去。啊，去庙扫南天这南库，安尼落去啦。来，阿妈来到边好不好？看到安尼伫咧扫啊边啊，内底的泥土一趟一趟赶起来，一天呐、啊，其实呢是很累哦。还要再去吗？要哦，啊，这么累要再去啊？啊，睡一睡就好了，明天还是要去。哎，很无助的时候哈，啊，上人就派了林碧玉副总，啊，他说要盖永久屋。要盖500户，哇！我就很感谢啊。是要帮助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你帮那个副总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帮帮我们这个岛山村，都能够有机会到我们的那个大爱村的时候。感觉当然是很舒服啊，准备要搬新家的心情啊。你们实际是有带家具给我们了，不是光顾啊？有，整个都有给你们。带衣服来就可以住了。就是以前不认真工作哦，住在新家里要知道以前在那里错，怎么没有存到钱，都没有办法买房子，就这个还是实际盖给我们的，哇。哦，你先问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看下面。但是我们那个南沙路要要求，我们要盖一个教会，所以慈济就答应了。对。啊，慈济还到我们那个南沙路那个教会去照一照，你看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个模型，就是跟民主教会的那个模型一样啊。大家人爱会记哩三个八。爸爸洪灾88天完成88项礼物，让他们入厝为乐。一天一天来看的我们的大爱永久屋，一天一天的完成，还有我们为乡亲准备的这些这么丰富的物资，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他们一进来就可以开始煮饭吃饭，真的看得很兴奋又很感动。什么都有，什么都高兴啊，没有什么不满足的。这都是呢，我们现在的近代史迹啦，近代书籍慈济大事迹代书籍啦，每一个人所做的都是大事。现在开始，人人呢要多回忆，这是咱的生命的价值，不是吼空过，干那来人间吃饭啦、那精啦、气啦，或者是呢满心烦恼啦，有朝一日空空的又离开。只留了我们的业，我都在说，会吃饭、会饮茶，或者是真菩萨，这都是人间能吃能喝、
还是呢要换衣服，同样要沐浴，这种的就是人，是人在做，做慈悲利他事，那日日造福啦，时时呢慈悲利他，这就是我们的方向。